这球又越过头，哎呦！哎呦，抓到双杀！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球带球带到了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哦！哇，厉害！举手前进，直接越得了 ，nice play！一颗打到了左半边，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地。哦，这个是在落地之前被曾陶荣给一个精彩的滑接给接下出去。嗯，接球勾了一个情况之下，又找到了林敬凯，接到之后传一雷，来得及。哇，三人出局也结束这个半局。有点挤到这个位置，那一手往后退，哦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最后还是江坤宇。哇，这个球是简单。